在那叫外送，就笑脸的，来拢来点嘛笑脸，我嘛就是。小哥就笑脸。他不是什么专业摄影棚啊？对啊，他开一台加高。对啊，加高啊，他是做什么样的摄影？就是专门要帮做海报摄影。什么都有，像那个网拍他们也在拍啊，然后车子他们也在拍，有很专业，他们是专业摄影团队。买一整套的不容易，也租的，讲一个月15万。啊，本人是什么牌的？你要一个月租？我是安利。哪个家被吃啊？三站楼上关顶是。哎，气候作业。我们摄影师。我应该是气的吧？气的。哎，他们里面偷偷的，好像四个摄影师合股，他每一个的特长不一样，有的拍人物，有的拍。对吧？对。我们要去拍照片。